有人说政大是美食沙漠，那是不在地人带来去吃好料的才会这样说啊。今天我就要来破解这个迷思，带大家探索一下政大附近的美食绿洲。Let's go！跟着台湾假套套特派员来到政治大学，这里可是有一家餐厅热卖七年，还是天天客满。必吃的三宝，铁板烧、小火锅和日式凉面各有拥护者，人气不分轩轾。要在学校附近开餐厅，营养兼顾是不能少的。看主厨加入大把的豆芽菜和高丽菜，肉片也满满的铺上来，最超过的居然是还要放上这么多的 cheese。我们就经过研究之后，我们用了两片的美国 cheese， 还有 Kobe 捷克 cheese， 对，然后让三种 cheese 融合在一起，然后让它的 cheese 的味道更浓郁，这样子。它的 cheese 会很浓啊，然后夹杂那个猪肉的话，会有干稀的感觉。人家说冬天吃火锅，夏天吃凉面，这里的菜单还会自动帮你换季哦。用特制的面条沾附混合台式和日式的酱油 ，Q 劲十足，底下还有冰块帮忙消暑呢。加上共有九种口味的小火锅，料多澎湃，白饭和饮料还可以无限供应。谁说政大附近没有美食呢？想知道美食特派员还会介绍哪些校园美食吗？